顾总，我不知道你在换衣服。你还是出去一下吧。顾总，你不用不好意思啊。我爸和我弟在家也经常光着膀子的。你有什么事吗？ 我是想来跟您道谢的。道谢？我晕倒之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你，所以我想应该是你把我送进了医院，谢谢。